不能卸啦。今天晚上呢，要着这个绵绵细雨，我们不畏这个风雨无阻，还是要钓虾。今天来到这个林口的达乐钓虾场，这边我真的很少来，那这边也有大公虾吃。那大家看到前几期影片，就看到我的朋友奈奈，他之前常常来这边钓这个大公虾。那我这次算是第二次来这个达乐钓虾场，那我们今天也敲到奈奈一点时间，他已经在里面等我们了。看一下，因为这边我真的感觉环境还不错，走吧。今天我们的奈奈拨这个时间出来跟我一起钓虾，听说你是很常在这边钓大公虾。对，那我们今天也钓大公吧。那今天钓大公的话，那应该现在因为螃蟹的季节，所以它里面大公里面会有很多螃蟹，所以有丢螃蟹，有丢螃蟹，对，所以就看说你要不要改成换钓公虾，还是你坚持要钓大公。不行的，我们这是大公虾系列，一定要钓大公。晚上有没有螃蟹？螃蟹我前面也钓过了。OK， 那我们就钓大公，一样钓大公， okay. 不管了嘛，好不好？哎，两小时一三零。好了，我们准备一下装备。OK，Go、okay.。阿波阿波，好漂亮！刚开始而已，没关系，等他一下，给他一点时间。你每次都要找这种很艰难的任务交给我嘞。这种艰难的任务就是要交给你，才可以看得出来你的能耐到底多厉害。现在几点了？一两点了呀。我想睡觉哎。小月在睡觉，你刚跟我讲的。哦，是啊，这个对。泰国你不要，我还没中，还没拉起来之前，不要跟我讲话。你先怪我就对了。我的下游太太。奈奈开舞了，奈奈。奈奈知道什么叫泰国虾。睡了。起床起。正吃了。算正吃，又吃到嘴巴里面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我又掉一只螃蟹，放你自己里面甩。想要干嘛？哎、欸，下去了。然后钩子也断了。没断。没断是不是？新的钩子怎么会断？你确定今天是钓大公虾吗？我们现在好像都不要钓螃蟹。钓螃蟹。这个他没吃，这次他没吃，没事再把它钓回来。泰国虾，哎、欸，我今天是怎样？泰国虾都钓不起来。你是不是故意的、啊？没有、哦。你不要故意做效果啊！我没有。你要让妹妹有，怎么办？我是来钓泰国虾，还是钓螃蟹？我自己也不知道你在哪钓。这钩子很厉害，新的。
个螃蟹。阿胜，你要拍他，不是拍我。他过来哪里？娇娇，你可不可以直接拿到这边甩？我很怕他，我不要他甩那个，甩一个高处外的。你踩着他，踩着他。踩着。对。好，来，等一下啊。然后奶奶叫小娇，他女人，我一直钓螃蟹。我是钓螃蟹，好哦。这方式好啊，不好吗？好好好好，你想不到，你想不到，哎，这架沙发，卖卤煮，人不要命，我怎么感觉他一点重要的重要性都没有？我们把它收起好不好？我说，我觉得他今天一点重要性都没有。一点都不重要，还正吃了，正吃了，猪排正吃，正说两排啊，变吗？真的是啊，真的。两只虾虾的，这是他们传说中的那个双头虾。双头虾，可惜我没拍到。抓着线，我刚好在拍他们放虾。对，他放一放虾，然后我就把杆子直接丢过去前面，他直接被我勾到了。脏东西。那，时间到了。时间到了。可惜呀。差一。OK， 现在钓完了，算是今天。后来都在集结那个在钓这个螃蟹的氛围，他妈的，今天钓四只螃蟹，螃蟹钓的比泰国虾还多。因为我螃蟹号其实我说实话我没有钓过，所以我不知道螃蟹号到底是好，所以我泰国虾比阿哲钓的比较多。对，他因为我上次在潮汐这边玩过螃蟹，所以大概知道说他的那个走法跟打法大概是。但是今天就是突然一钓，然后我钓到后面觉得还蛮好玩的，就一直在找螃蟹这样，其实还蛮好玩的。反而好像变成不会想要去钓泰国虾。对对，变成对泰国虾喷下感觉好像没什么，对，但是有钓到螃蟹就好。对对对，还蛮好玩的。这边可以再来哦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是蛮。不会再来，一个奇特的体验，对我来讲。对你来讲，你也没有钓过螃蟹。我没有钓过螃蟹。因为我来的时候，我看到螃蟹跟大鲈鱼的时候，有点惊讶。其实是蛮惊讶。那你真的很久没来？很久了，因为我现在都跑去离你家比较近，要近了，因为天气冷的关系。懒得跑这么远。对。好了，那没关系，我们下次再找时间来这继续来玩他这边大鲈鱼，看他有没有后面会不会要把它改回来，变成纯大鲈鱼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哈哈哈哈哈！哈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频道，并且追踪我的粉丝专页，给我来一句。那还想看我们去哪里钓大龙虾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推荐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。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！很可以哦。好，那为了感谢奈奈这次拨空时间出来跟我一起来玩这个大龙虾，我决定送她一点小礼物。小礼物，客气啊！真的，这个是我后面我自己就是后面可能会出的钩子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好，来这边60包，1包就是送的，谢谢，感谢各位，试用看看 ，OK， 试用看看，谢谢，好不好？